BC， 然后 M 是那个 BC 的中点，所以 DM 等于 MC， 然后要证明 AB 加 AC 大于两倍的 AM， 然后所以就先将三角形 AMC 旋转过来，然后让 CM 跟 BM 重合，然后 A， 然后就找到一个 A 框，然后 AM 就等于这段，然后AC 等于 A 框 B， 在三角形 ABA 框中 ，AB 加 A 框 B 大于，然后大于这段，啊，这一段等于A 框 B 等于 AC， 啊，然后这一段等于 AM 加 A 框 M， 然后这一段又等于这一段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B 加 AC 会大于两倍的 AM， 谢谢大家。